大家好，我是老王。今天呢，跟大家分享一个瘦全身的动作啊。当然了，它会有一些注意事项和细节啊。让我们把这些注意事项跟细节都做到位了，那么你的效果也就事半功倍了啊。那么接下来大家跟我一块来做一下这个动作。这个动作呢，就是胯下击掌啊。我们取站姿啊，双腿分开，然后收紧小腹啊。是由两个动作组成，一个动作呢就是我们一个抬腿动作啊，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抬腿，尽量向上抬啊。另外一个动作就是胯下的一个击掌动作啊。然后双手两侧平举啊，至与肩同高，尽量呢提膝至自身最高的极限，刚才讲到了啊。然后左右交替抬腿的同时呢，我们双手呢在大腿下侧击掌啊。在我们完成动作的过程当中呢，双手呢在大腿下侧呢尽可能的靠下位置击掌啊，动作呢保持轻盈有弹性。注意呢，上半身挺直，不要弯腰去击掌啊。每组呢做30到50次，每天呢做3到5组，组间呢可以休息1到3分钟啊，这样就可以了啊。胯下击掌呢，能够让我们身体呢都活动起来，促进我们全身的血液循环啊，加速体内的新陈代谢，帮助体内的脂肪燃烧，从而达到呢减肥的效果。尤其呢对我们腰腹部和腿部啊，效果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啊。坚持一周，你就可以看到明显的变化啊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。觉得视频对你有帮助的朋友可以点赞、关注并且转发。学会了也可以在评论区打上学会了告诉我一下。有什么问题呢，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啊，我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反馈的。我是老王，我们下期见。